你好，格里修，有段时间没见了，怎么样，画出些什么了吗？不，完全没有。难怪，你看起来似乎还是我的样子，我的心中也是一片空白吗？不，是我，我不知道从何下笔，你和其他人不一样，我还没有描绘过一个绿者的心境。需要更多时间吗？我想你是往失乐土中前所未见的访客，可能我也必须要使用前所未见的颜料才行，最好还和你有关，但我找不到。前所未见还要和我有关，的确不容易，我会为你留意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也就是说我可以当作没有这件事。你不相信我吗？倒也不是，只是他们也常常和我这么说。科斯摩也好，梅比乌斯阿姨也好，他们说出这个词的时候，事情往往不会发生。格雷修，不过你很期望看到属于自己的画吗？虽然无法下笔，但素材我却很清楚，那也许不是你想看到的图景。没关系，你随自己的心意来画就好。我做过很多非我所愿的事，最终才变成了今天这样。你对现状非常满意吗？当然不，或许你比我更早就明白了这一点，但既然你问了这个问题，正是为了以后能够不必忍受，我才会忍受今时今日。是这样啊，看来你和艾波尼亚妈妈一定可以相处得很好了。